规个用地的成本伊是一直增加的，所以造成种农民对这饲猪吼，伊对未来吼，可能嘛有一寡较悲观的看法。也真苦，啊，佫无顾虑，老的一代人嘛，反正囡仔无爱食，我设备歹，我嘛袂爱去更新，啊，袂爱更新，伊的生产效率佫变歹。哦，咱六千几户这个用地户内面吼，咱饲养200只以下的迄个户数，就差不多是要挖到2000户，差不多35%。吼，所以这部分离开的迄个比例会较高。我真有这猪仔囝，你着介古锥个、介健康个猪仔囝。逐工透早巡猪条，检查通风、污水处理设施，看产房个猪母猪仔囝敢是健康。饲猪43年来，苏平逐工拢含今仔日共款，照起工来做事。哦，真有这拄炎个，长拄炎伤口。哦，阮人爱甲看啊，伤口有水无吼？这个是干干的，表示这个很好。一般咱若讲要留做母，咱会看伊个脸啊，哦，乳房素啊，哦，真着即只猪仔着七粒脸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至少要七粒脸以上啊。啊，若无到七粒脸，咱袂使留做母啊。伊万一若生足个猪仔囝个，啊，拄好无恁人啊素啊。我那处理几摆，爱搁拢爱十几摆消毒水啦。所以一间低调脚下就爱过水消毒。这几年来疫情是真猖狂，低调防疫拢特别注意。苏平的低调有8公顷，饲猪饲25000只，是屏东大型的饲猪场。这款负压式的低调，靠近甲冷空气拍入来，后壁有电风咧抽风，再佮伊水帘甲温度降落来。污水处理的设施，嘛当年拢咧更新。伫咧低调内底，会当讲是闻无虾米气味。困醒起，我第一人工过就整一阵污水啊！暗时啊，要睏啊吼，无过去污水啊，看一下吼，佫唔敢睏啊。那咱惊讲咱的污水吼，莫打故障啊，安怎样啦？哦啊，所以我在污水这方面，我是投入非常多的时间还有金钱。污水这个方面哦，予咱的压力足大。啊，佫来就是讲空气的臭味的问题。哦，所以我们的养猪场，我拢。改高层哦，啊，改高层来讲，就会较袂遐吵哦，啊，佮密闭的养殖空间，改变我们的饲养环境啦。你即马你甲农业这种饲猪的猪仔水沟顶啊岸来讲，无形中就是要予阮足歹生存的啊。一场8公顷的猪条，有一处理一年就要开超过500万。这两年饲猪的大环境是哪来哪歹，会当讲是无米兼闰月。2021年正月开放米猪，2022年二月乌鹅开始战争，全台湾的猪农惨淡经营，用尾拢无利润，赚袂着钱，不少业者陆续拢把猪条收起来。养猪获利又不高嘛，因为这两年要。疫情的关系，原物料拢起大价嘛，哦，比以前开的嘛，啊，这种算连带关系，你原物料你起价，咱养猪的成本就增加嘛，啊，即马环保佫定较严嘛，啊，所以大家人在做这条头路会愈做愈烂啊，啊，无所以人贵人讲，啊，猪价唔是袂歹，啊，猪价袂歹，照讲咱会加饲啊，是安怎咱无爱饲，甚至佫愈饲愈少。根据上新的毛猪数量调查统计，今年五月
国内的市场场仅剩6133场，比去年的11月减175场，十年以来减少31%。目前在用的数量大约有537万只，十年来嘛减少差不多10%。市场的场所在用的数量拢创下历史新低。咱这10几年来吼，咱的迄个环保的要求吼，愈来愈高，尤其是咱即马看到的，这离开咱产业的迄个用地吼吼，主要拢是间歇性的吼，啊，搁较小型的迄个农户。今年5月的地质调查的投诉的场所是搁减少175场。啊，这175场内底咧，以迄个199头减少70场上济。比苏平搁较少年一辈的昆林地龙洪建军，同款是爱爱叫，逐天透早5点半起床，一饲800只左右的猪，请一名员工，头家辛劳2个人包办所有低调的工课。生产做的话，就是把生产就是摆第一，就一到猪舍就是冲去产房，就是马上先巡了，先检查说，母猪有没有压死小猪啊？啊，有没有小猪病死在里面啊？就要做个记录啊。啊，还是说，刚好母猪正在生产，我们要帮它撒一些干燥粉啊，那帮它点一下保温灯啊。啊，还是说倒一下那个营养剂给小猪吃啊。洪建军是猪农二代，伊本底是做一个医检师。伊唔甘妈妈伫咧婚姻口湖经营40档的猪场，本来考虑要收掉，后来决定放下医检师的工课，承担家庭的事业。一天拄啊好是猪工顺境配种的日子。来，过来。孙晴就是要切工，猪母感受起效，这只猪母耳仔尾溜拢跳起来，这就是发情期。确认是发情期的猪母，接下来就要做人工的配种。我们是用公猪夹啊，来帮助我们配种的过程能够更加的顺畅。配种了后，过22天，就会当用超音波来看卖是毋是有新，是毋是有顺利坐胎。哦，甲鼓起哩，啊，安尼，啊，甲鼓起，那拍开咱的仪器，准备来做检验啦吼。啊，看这只猪母，伊是7月20日，啊，7月20日，啊，配啦吼。哦，咱再看到乌色的只，这表示讲，伊的。7月2号过到阵，哦，阵已经28号啊，已经26天啊，哦，这个胚胎伊是有伫咧咱的这个影像顶管吼，表示讲这是配种是有成功的吼，啊，这乌乌的就是代表讲。这只猪母有配成功，啊，这是伊的胚胎，吼，哦，这有一粒、两粒、三粒，吼，哦，咱认为迄个位置，吼，拄啊有照到3粒胚胎，乌色的，较大圆的这。为着要降低成本，饲猪场未阁以自然交配的方式来予猪母有新，因为自然交配无符合成本。现在全部拢改做用一包一包的混合精水，用人工受精。伊拢有耳核嘛，吼、哦！伊即批会种拢耳核，啊，伊耳核是代表几啊只猪哥染做花用的精液，啊、哦，比如讲，伊啊，因拢会有一个标准，讲，你啊是80%，你的活力是80%以上，啊，就表示讲你即个精液是会使用的。配种验看卖，敢是有心无？本正拢应该是爱请兽医师来执行。现在一般的饲猪户拢是家己来，就是为着要省成本，一冬会当省几百万的费用，甚至注疫苗也拢是家己来。但是这一切打拼拢无法度抵挡饲料起价，一支上路尾的稻草。
玉米是从2020年的7块钱一路涨到现在的12块多，现货玉米。那豆粉的话是，从2020年的12块一路涨到17块。饲料起价大约起3到4成，但是猪肉每一公斤起价敢若起卖1成。猪肉起价赶袂到饲料的起价，这对猪农来讲成本是完全袂好。包含咱这个能力吼，咱这个人吼，这个成本嘛提悬吼，啊，搁有这个用电啊，搁等等吼。所以整个养猪的成本伊是一直增加的，所以造成种农民对这饲猪吼，伊对未来吼，可能嘛有一寡较悲观的看法。针对饲料的成本不断伫咧增加，农委会鼓励猪农，麦干拉克国际介绍伊伫咧起的番麦甲豆粉做饲料，麦当增加番薯来做饲料的添加物。咱嘛是鼓励吼。咱农民哦，去使用咱国产的原料。哦，咱国产的原料，咱伫今年，咱拢知影，咱透过咱即卖迄个绿色给付的迄个计划吼，来鼓励咱即卖的迄个农民去种咱的玉米哦，饲料玉米。咱为今年来讲，有法度生产到5万公顷的即个饲料玉米哦。饲料一直起，直接造成猪仔的育成率下降。这是因为饲料上贵，猪农改买俗的饲料，猪仔营养不良，唔然较熬掉病，胚胎也增加。极端气候把猪仔发育不良，后壁平均一只猪母会当生25只猪仔，台湾敢若有15.5只。猪只疾病的感染压力的升高。包括讲 PED 哦，猪仔漏塞 ，PERS 哦，猪仔繁殖性障碍啊 ，PR 甲性狂犬病啊 ，PCV2 狂状病毒，这四批的病毒会造成咱繁殖效率个你的成数无好啦哈。咱知影讲咱台湾每一只猪母上市的头数差不多伫15.5左右。但是咧，伫咧今年都初步来算，佫落落来伫咧15尔啦，佫减半只啦吼。啊，咱知欧洲、美国遐个国家，因一只猪母一年会使上市的头数拢是25头拍底啦吼。啊，你看咱个平平16岁差遮济着。大环境要改变无简单。猪农敢会当拼性命来想办法。饲北部乌猪的李迎春，原本伫咧台南科学园区做主管，1998年拄到金融风暴，改道来饲乌猪。一望年嘛，已经10年经过。咱台湾即个乌猪吼，伫咧面对咱未来可能即个国际的竞争啊、出口啊，吼，也是讲一寡。无以上的一寡困扰，吼、哦，咱乌猪是有机会的。啊，然后经过分析了后，我是讲，咱来做台湾乌猪的本种，哦，本土种的驯化，吼、哦，这个工课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安尼开始进入这个畜牧业，吼、哦，来饲这乌猪。北部乌猪肉质真脆甜。李迎春以优势的品种这个策略，虽然艰苦，也继续动落去。伊希望家己会当做出品牌，希望用北部乌猪的品种为台湾争取供应。以我饲猪来，包含育种啊、吼、哦、做分析啊、等等的工作拢同款。你无怎啊开始哦，进一步慢慢去突破，你未来10年嘛无机会讲有啥物新的发展。啊，所以阮看未来10年，阮是要为国外吼、哦，要甲即个所谓咱国外较有名伊比利猪啦、鹿儿岛猪啊吼，阮、哦、希望讲台湾以后吼，伫、哦、咧国际上有即个平埔乌猪吼来甲因齐名。苏平是用日龄来饲猪，
伊用底下的赛车来做沼气发电，大概会省30万的电钱。这个电也够会当卖给台电增加收入。这池赛废水也用来培养微藻类，经过微藻类净化的水，会当循环成做低调清洗的用水。麦当摕来种有机的菜色，一滴水拢无浪费。啊，咱污水有做厌气哦，啊，搁做沼气发电，可以为我们的农场增加一笔额外的收入哦。啊，这麦当会当降低咱的饲养成本，就是要遐种一株啊，种一株啊。以前古早人做无化学肥料，因安怎务农哦？因就是讲，古早讲粪便的粪，粪是地里金，猪是家中宝，种田不养猪，好比秀才不读书。农村哦，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讲，啊，饲大人饲猪啊，遐辛苦，啊，佫无周休二日，哦，啊，遐辛苦，啊，佫无获利，啊，你讲要叫少年啊，倒来接二代看到这爸爸妈妈饲猪啊，遐辛苦，因看到就惊着啊，就唔敢倒来接，啊，这种恶性循环。饲猪制度经营者老化，少年人接班的意愿阁无遐尼高。若是讲猪场无法度找出家己生存的优势，无定着过过十冬，饲猪制度会偷偷啊消失。台湾人要食猪肉，干来当用进口的。肥是地里金，猪是家中宝。这两句台湾的俗语，无定着会变作是历史。